是现在，欢迎您电话拿起来打进来，0266000000，0266000000，有什么心声想说，欢迎您打电话进来，银秀来接。我们先来接这通电话，彰化的林先生，林先生您好，在线上吗？哎呦，是您好，欢迎您打进来，有什么心声想跟大家来分享？是秀秀主播，你好，还有中间的好朋友哈，大家好，是。今天是中元节哈，对，普渡。哎，听到的鬼话连篇，官员说的话，对不对？苏贞昌哈是讲说，民进党是最接地气，最能够倾听民意。我听他在放屁啊！你看，来猪我们不吃，他也给我们吃。对，我们要需要疫苗，他就是挡疫苗不进来，是要硬要我们打高端。嗯，那纾困呢？啊，领不到，我们纾困也拿不到，对，然后我们要现金，他也不给，一定要印什么券，对，这个叫做倾听民意吗？这个叫做最接地气吗？这个是天花在放屁耶，是，啊，很差劲，赶快下架，啊，很差劲。是非常感谢彰化的林先生，你说起了大部分人民的心声呢，真的觉得这个政府是不是不知道是没有耳朵呢，还是故意听不到，就是反正人民说什么他们就是都听不到，然后一意孤行他们的政策。希望大家也一切平安，在这段疫情期间能够一切都能够安然度过，我们自己保护自己，同时还要来关心的是